生煎馒头、南香小笼、八宝饭、滋饭团、鲜肉月饼。说到上海，吃货同学们可能一下子就想起这些著名小吃了。除此之外，上海还有哪些特色传统小吃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喂沙园，有70多年历史的汉族传统名点，煮熟的各式汤圆再滚上一层干豆沙粉。二、排骨年糕，有排骨的浓香，年糕的软糯酥脆。三、鸽蛋圆子，上海特色传统名小吃，外形神似鸽蛋。四、开阳葱油面，上海著名传统小吃，开阳是指较大的虾米。五、上海丹双档，上海最著名的一道传统小吃，也叫做面筋百叶包汤。六、葱油饼，名气特别大。七、蟹壳黄，又叫做小麻糕，上海特色小吃。八、鸡鸭血汤，上海四大名汤排第一。九、油墩子，上海的街头小吃，现在非常少见了。十、四喜烤麸，上海特色名菜。四喜是指香菇、黄花菜、黑木耳、花生米。十一、素菜包，上海特色传统小吃之一。十二、条头糕，也叫豆沙条头糕，是著名上海糕点。十三、锅贴，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经典早点。十四、滋饭糕，正宗的上海滋饭糕，过油之后脆可软心。十五、梅花糕，香甜可口，美味极了。这些上海传统小吃你都吃过几种了？